我是灯光夜车长的109年4月8号瑞芳站中央站是6:19，好不好意思，终于来了，带我小圈车，超感动了，2243次仅有三线台湾嘉义的二代我小圈车终于在瑞芳站实际停靠，超感动了啊，终于到二代我小用89/890二代我小圈车，不过下面一个八站门都丢我们大家去逛，2243次进入三线，太阳嘉义到用88/890二代我小圈车，在瑞芳站关闭车门，就那样，拜拜。